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大声一点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恭喜 Kid 求婚成功啦 ！Kid 林柏森21日除了开心过生日，前一天晚上他也特地在自己的频道公开向女友求婚的影片。他用超大颗8星8件钻戒正式宣布和东区美亚定下来了。拥有你应该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事情，爱你。超浪漫的场景完全感动大批网友，在求婚影片上传后 ，Kid 也发文说：“以下开放祝福，我要力拼几只小野人出来玩了。”底下瞬间堆满破百个蓝勾勾留言，有坤达的大赞，帅到爆，群群敲碗期待小野人。李佳颖说：“幸福就是吵吵闹闹 ，OK 啦。”没想到他的前女友徐维恩也现身留言区写下：“恭喜恭喜，生日快乐，也要幸福快乐哦，献上真心祝福。”而综艺玩很大也po出一张藏满洋葱的图片。上面除了有宪哥新班底之外，鬼哥也坐在外星船上，一起祝 Kid 生日和结婚快乐，让他感动说想许一个愿望，希望外星球也正在帮我唱生日快乐歌，以及祝福我结婚啦。相信在那一边的鬼哥也很为你开心，一定要幸福哦！要结婚了！ Yeah!